阿乔怎么可能跟别人一块走？阿乔虽单纯，也不至于不告诉我们一声，便随意离开。事情应该不简单。难道是向姐一伙人为松懈阿乔戒心，派出面生的人把他骗走？ 阿奇，可以请你找找看吗？那个方向。 似乎有一群人来过这里，气味混乱了，没那么容易辨别阿乔去向。快去找吧，多拖一刻，阿乔就多一分危险。如果贸然进去，迷失在森林中，反而对营救不利。我先去观察，有没有阿乔走过留下的痕迹，说不准还能看到他。 好，我也去。凤大哥，你在这里保护墨月，别让他落单。我在山林里活动惯了，很快就回来。既然你这么看重阿乔，为何不把实情告诉他？ 与他坦诚以对吧，他能与你一同度过危难。事到如今，坦诚以对谈何容易？墨月姑娘，你应该相当明白。我方才看到不远处有动静，而且隐约能听到有人弹琴的声音。 有线索了吗？在哪儿？快领我去！司空云，嗯，没有。你不想说，就别说。 但如果有一天你想说，我乐意听。胸中这奇怪的沉痛是什么？在那儿。 看起来不像是向姐的人马，是羌人。阿乔，把他交出来！ 追上了吗？你是华胥国的月儿？怎么可能？月儿，你认识他？他看起来像是见木化形之人，但他给我的感觉并不像他。月儿。 我若不是见木化形的青鱼，谁又会是青鱼？你为何知晓此谜？你到底是谁？切。
青鱼，青鱼，青鱼，才过千年，你就不认得我了吗？月儿，没有青鱼的仙灵不能独活，而剑木青鱼明明在我们这儿。若此人真是青鱼，他又怎么可能？千年，你可以少说一些废话吗？放开我朋友们！ 月儿，难道你不开心？我们千年重遇吗？还是你仍不信我？对了，我再提个证明吧。你还记得季阳吧？你知道姐姐的名字。月儿，为什么你还是不信我就是青鱼？月儿，你难道不希望我活着？ 你要我怎么相信？我只想知道真相。若你真是青鱼，当年晶元已毁，你又怎么能存活下来？这可是好悲伤的一段往事。月儿，你真的想听我解释吗？好吧，我这就解释给你听。真相就是，我重生了。 但怎么办到的，我不告诉你，因为我自个儿也不知道。<笑>此人说话颠三倒四，我要如何才能评判真假？不需要，你少说一些废话吗？ 这些泥人可真是顽强啊，乖乖像蝼蚁一样，一捏就死，不就省得皮肉之痛了？不过，不挣扎也少了许多乐趣。想当初我找到机会，捉弄桃花林里的那个女泥人，又可借机搜集生魂，以完成那个人的重要大计。那妖灵，那祭魂珠，那鬼村。 <笑>嗯，真是一绝呀！只可惜，最后好戏都被毁去了。你就是让青梅去找妖灵的人？嗯？难道女泥人口中的那个雨哥哥是你？啊，对了对了，事后回报中的人物。 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样子，那我就更不能饶你们了。谁叫你们用坏了两颗祭魂珠，害我被那个人骂了呢？原来就是你，害死青梅的元凶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们一个个都想杀了我。 以为我会蠢得再让你们有这个机会动手吗？住手！我所认识的青鱼，才不会这样。你为何要带走阿乔？你在筹划什么阴谋？化作青鱼的模样，到底有何企图？为何？为何我要对你们解释？我像是那种对敌人解释真相的蠢蛋吗？不过。 既然月儿想知道，我就跟你说。月儿，这个华胥后人的小姑娘，你也看得出来吧？她跟季阳有相似的体质，可是那个人为何要我捉她？我不晓得，也懒得问。而我不过是想让这人间的泥人都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罢了。 我和那个人的伟大计划，是要召唤剑木，重登天上华胥，开启天门，然后让这轩辕氏保护的人间乱七八糟。<笑>
什么？华胥为了绝地天通，牺牲那么多人，我不能让他们的努力白费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都要阻止你。月儿，你怎么生气了？你们华胥人不是没有情绪的吗？一定是跟这些泥人混得太久，才会被这些低下产物污染的吧？放心，等我把他们都杀了，你就不会对他们有影响了。还是，你也和那些自愿留在地上的华胥人一样蠢，宁愿丧失通天能力，也要帮助这世间的泥人。如果你要帮助这些泥人，那我也没必要跟你解释，多费口舌。大人，动身吧。好吧，走。没兴致再玩下去。放开我的妻子！哦，不错啊，挺有本事。原来女娲信手捏出的泥人们也有这般能耐啊。那么试试看这个。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？这琴，月儿你也熟悉，要不要瞧个仔细？伏羲琴，那是传闻中上古神人伏羲所做的琴，拥有控制人心的能力。控制人心？我记得当年伏羲大人制琴的原意是用来洗涤人心，不是用来控制人心。洗涤人心？人心的污秽岂是单纯的琴音所能净化的？想当年那个乐师跟他主人的心可从不曾因这张琴而洗净过。月儿，念在你我过去尚有交情，我不会对你出手，感激我吧。关于此琴，你们可还有疑问？不如我再抚一曲，请诸位亲自参详参详。
咦，原来你是那该死的轩辕氏专序的传人。时候快到了，你别在这里跟他们耗，快带着这姑娘回去向主子交人。闭嘴。我要杀的人轮不到你出手。撤。想不到你也有求我的一日。既然把你召唤出来，我便已有所觉悟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你我之事与他们无关，放过他们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这里是哪里？那时那个混账抚琴怎么受到琴音控制，然后沐月，醒了，那就好。沐月，那个人没伤害你吧？我很好。再躺一下，我去煎药。阿奇，让你担心了。姐姐，司空大哥，你醒了，还好吗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了。你呢？你那是不是被那个操琴的家伙控制？我醒来时就在这儿了。其他的我也不清楚，司空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没注意，也不会让那坏人控制，你们大家也不会为了救我而受伤。阿强，不是你的错。哎，话说这是哪里？这里是一个隐秘的地方，是甘盘师傅他们护送大家过来的。甘盘大人护送我们过来，一定是那时凤大哥给甘盘大人的信件写了我们的所在处，他才能及时支援。对了，凤大哥没事吧？怎么了？难道凤大哥他……没事。他没事。那你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
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什么怎么办？原来他凤玉就是王子。凤玉就是王子？你不是说王子是你的夫婿吗？你是说凤大哥是你的夫婿商王子？难怪那时他会那么说。这段日子以来，我在他面前毫无顾忌的，他不但知道我食量大，还知道我一身怪力。怎么办？我都没脸见他了。我没脸见人了啦。看来一时之间阿巧是回复不了了，我还是先让阿巧独处整理一下心绪好了。阿巧，你先冷静冷静，我到外头看看。喂，这里看来相当隐秘安全。木月在那儿。